说不是故意做到你衣服上的，真不是故意。王老师，我没有看你啊，你刚才明明在盯我，好吧？哎呦，我是看都不能看你了，你长那么好看，不能看一下？屁！看脸那么小，头那么小，还不能屁一下？没你好看，当然有好看，没你好看，你脸就能变小，没你好看。王一博，我现在好像也没有说老师上镜，真的。